那我们今天呢要画流动画，就是为什么流动画就长这个样子？创作过程当中，反而我跟的是我，他是不是就往这边来？然后。我不想要直接选绿色，所以我就挑了蓝色跟黄色，然后选三个颜色嘛。然后到后的话，我是用蓝色跟黄色混在一起。那个火焰最后烧完的那种，哎，那种感觉，在空气中你看那个火的时候会有两种融合的感觉，就是它并不是说真的要靠画或者什么的，这就是比较，这就是创意好玩。我觉得这样配色不对，然后另外调。调出来说意外很喜欢，对，然后就把它说好，就这个，就它了，我不调了。对，他本来选粉红色，但因为挑出来颜色太脏了，所以他就说他考虑要换。那他还蛮自在流动的，没有特别去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转变。那我要怎么让这支精灵好像可以活在一个比较快乐的空间？在做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说，有可能是一个你心理状态的呈现。他对比颜色其实是最强烈，所以他应该常常内心矛盾。他是很容易就是非黑即白，然后可是有时候这样子的冲动跟奔放，可能又会不小心后悔。我们团结一起，凝聚无比的爱和希望，用一颗心点燃一颗心，这个世界就会为之照亮。我相信着，有一天，人类、动物、环境能够永续共存，所有生命都能幸福快乐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啊。